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the 150 most common Chinese words. 第十四课好好好人好人好天气好天气这个苹果很好吃这个苹果很好吃大大大楼大楼大问题大问题这个房间很大这个房间很大小小小狗小狗小问题小问题他的妹妹很小他的妹妹很小多多这里有很多书这里有很多书他有很多朋友他有很多朋友少少这里人很少这里人很少他很少说话他很少说话冷冷冷天冷天冷水冷水今天很冷今天很冷热热热天热天热水热水这杯茶很热这杯茶很热高兴高兴感觉高兴感觉高兴看起来高兴看起来高兴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很高兴漂亮漂亮漂亮的花漂亮的花她很漂亮她很漂亮这张照片很漂亮这张照片很漂亮 All right, you made it. Thanks so much for joining me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